起来了，你们吃饭了。行，我知道了吧。这都几点了还不起床，快点起吧。小杨，小杨，怎么了？起床了。老公，爸爸。那行，那爸，那你出去吧。你快点。你看他都多大了，睡觉还要人哄，还得讲故事，吃饭还要人喂，走路还让人抱着，你看你娶的什么媳妇儿？哄睡。爸，这小小不是年纪小吗？还小啊，二十多了，让你们生个小孩你们也不生，要蹲到什么时间啊？哪个女人像你这样娇贵啊？我看你们要宠到什么时候？老公，他好凶啊！啊，我要睡觉。叔叔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小小在我们家最小，他从小刷牙洗脸都是哥哥姐姐帮着他。他嫁到你们家这才几天呀、啊？你就让他把这件事情改过来。在你们家怎么都行，嫁到我们家。
就已经是大人了，自己的事情就要自己做。如果爸哪天不在了，你不在他身边去工作了，那他自己怎么生活啊？你怎么这么多话呀，老公？行了，你就这样惯着他吧，你们的事情爸也管不了。就这样，我走了。姐，这是不是确实是我们俩太惯着小小了？